遍布整齐划一，但是仔细瞧瞧，他们可不是二十出头的年轻小伙子，而是年过半百的退役军官。唱国歌，一个比一个声音洪亮，爱国情操表露无遗。超过百位的老学长来到国父纪念馆，秀出整齐分列式和英挺步伐。虽然体力早就不如当年，但是脚却抬得比许多年轻新兵还要高，还要直。就连身上的军服、道具枪也都是自掏腰包。老兵提整部下礼拜还要到总统府前的凯道上表演，希望找回国军气势及形象。记者罗丽云、黄昭胜台北报道。